听懂我。对，那刚刚为什么带来的这首歌曲呢？是我们的第一首原创单曲 Belongs to me， 属于我，你们都属于我，好吗？第二首歌虽然现在还有点早，但是这是一首充满了圣诞节风味的歌，为我们带来 Little Christmas。阅读摊位有，好，炒面面包好吃哦。
Beyond 松信会带来更嗨的歌曲，等一下组一起大声跟我一起喊出来哦，好吗？好。那么接下来由 Hinako 和一起带来平右边的哦嗨哟。D2943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页了。
即将带来的是最后一首歌曲，那么很特别呢，是阅读女仆咖啡的主题歌曲哦。这首歌同时呢，也是我们的阅读店铺主题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Yummy Yummy》。Yummy Yummy。也都可以回来看我哟。好，好吗？
没有表演的时候也可以回来吃个饭。花石的班表都会公开在粉丝页上，想要看花石的主人都可以回来哟，好吗？好。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厉害的表演者，没错。下一组表演者是